首先 D 组登场的是 Begin with Zero， 在上轮积分赛中，他们以合作无间的默契与精彩绝伦的组合技夺得评审老师的青睐，相信面对第二轮比赛，他们一样会全力以赴来争取高分哦。Thank you.